你今日头条无故意歹摆出来。我这样来，这两个这两个啥？这两个也无爱，这两个点啥？这两个也啥？一千拢无卖着啊，这两个啥？两百啥啥？卖一千八百面啊，这两个我讲完就无啊，五百块来啥？五百哟。这两个也五百块啥？来，帮你拿这这几个。啊，这几千块，无几来，几来？几来？这两个也无爱。哪里不就是本钱的贵呢？我无来，你本钱贵应该哪里贵来？那来这呀？那本来两百五百了，贵啦。两百五百，你咪好呀？几百做几工了？对啊，两百五百，几百卖几工就算了。两百五百你也买？几百卖几工就算，免卖一工啊？那啦，几百卖几工就好呀，都卖一工算啊。我讲七就七个呀，都本该还就对了，七两块钱啦。哎呀，辛苦干点子啊，真系，这多少不时间要来。哈哈哈。哦，我也是，那么大，鲜花怎么多啊？不要了，我看不见啊，好吗？哇，六小会不？哈哈哈，靠的。大啊，我说你是心存善念的好人，一老人一个，真的吗？我有这样说过。什么时候？我记得我不喝酒啊，我怎么会说这种话？啊，你帮我噻。那包你好诶，这现在三两一包，现在这两现在五百，现在这两。丑人那不是真正的鳕鱼哦，不然等一下我要被拿去上新闻。你去加点钱啊！我靠，只会提啦，无百分百我哩，现在我今天来这几现在五百。这几件无啊？什么几件啊？无啊！我包现在五百了，这几两件件我包，这几个五百块啊，这几个五百块啊。OK。你讲讲牛来，无来无来，来不你嗰只声来，嗰只声。好啊，我先来。我未到啊。哎，到啊，到，你先啊，到两个钱先。到啊。哎，钱先先来。再我先来，这边这边个小弟偷到几包粉包，我先来，三包先来，你哦，三包两百块先来，三包你哦，三包两百我先来，三包你哦，五百，三包你来。无啊，剩只了，真正无啊，剩桌面了。三包料我上少啊，对，阮出头给你来，买就三包料，我恁阿婆我上少啊，真系。三包两包，真系三包两包来。快点啦，快点啦，好啊。我再钱就给我再，无像我再我啊，像我再强我条。来，真系我嘛真系。三包两包，真系三包两包来。你们看一下他这个，他太乱猜，他在乱。来，你们仔细看。他没有要买。三包料我来。三包料我现在，三包两百我听无了啦。三包料我现在，三包两百，三包两百我现在，三包料我来哦，没关系。你这酱我们吃还给我，那酱我们吃还给我，还给你来。还给我存钱啊？还就是吃饼啊，吃饼就还给我来。我再去帮两口人。来，小姐，你有地有地我只，我只用第一面小姐我带我。小姐还给我来个人，不来行的啦，来行不给你带，叫叫吃边啦，吃边，下乡的我都还给我这些，就是你讲我无啊，啊因为讲我这个无啊，还给我去参加，只不过只剩三百收费，真系，两百你两百以下都无吧，来个人，三样去无真系，三样去两真系，千八百面啦真系，三样去来呀。三样给我三样就三样无啊，真系三样给你改进啊，真系五百了啦，今年五百啦，五百真系五百，五百真系五百，五百，这四件五百系四倍，五百真系五百，五百，五百真系五百，五百真系五百，五百块哦，我少系今年五百，这四倍块真系一五倍六百，六百多，听无？对，我觉得他精神有点问题。真系五百，真系五百，卖太阳，卖太阳。不会也不会，这地方也不会，这地方也不会。
来乱。他真的来乱。等一下，我会叫他不要理。我会叫他不要理后面那个人。我接下来，快进来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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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我底下，你还要不要啊？进来啊！进来，进来啊！来，你这边我，你这边我。好贵，好贵，看你这个不知道啊？我抽奖，我才不搞那种东西，我弟去抽奖都好了，我弟去弄抽奖就好了，我才不弄这种东西。我之前有弄过那个中秋节抽奖，我弄过一次，我就决定不再弄了。三十元下来，五百。十元下来。来你住花莲的玉里，我有去过玉里哦，我有去过花莲玉里。好了，去那边租摩托车。包包包你们这样看有没有觉得怪怪的？他不再回来了。你们这样看有没有觉得怪怪的？是感觉怪怪的。
你莫走，你莫走，你莫走，真的。你莫走，你莫走，走你后尾者。走你手就见着，安我问你。你拄只买几包，有人有可能拄只买几包，买几包，买几包哦，无买出来，买几包包袂清楚个，等起来，啊，真系只几包运通真系。 我讲进步还无啊，进步还无啊。进步无哈？进步啊！进步得见，见老师叫老师进步来，哎呀，你袂当问，等下恐怕。无，我帮你问下，帮你问下，帮你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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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黄鱼拢系五百，五百块，这拢系真系五百两。七条五百。六千块真系。六七耶。五百，五百块真系五百两。这四位五百块。六七耶啊。五百块，五百块，我是真系。检查几呢？两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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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订两百块哦，我订两百。啊，你没写啊？后边你看啊！好，来这块好不？哎，这位小姐，麻烦啊！你有结婚的？来过来。你现在阿根廷人嘛？啊，你现在阿根廷人，阿个黑什么黑王仔哦？那个九楼金陵啦，吓死了，我讲吓死了。你把口尾哦 ，OK， 七十一，赶快 ，OK， 七十一，只鸟吼，只鸟十块，来，只鸟三十块，快就来十二块了。你比七十一个好食，真系。这鱼真系，阿个鱼真系无，这种无，我后边无遐算，这多真系真系。阿只阿鱼真系，阿个鱼，你行沙沙路扛起就系，行沙沙路扛起最硬。也是要食几尾行硬包好真系，几尾包好三尾尾，四百真系，三百两，三尾三百真系，三百两，三包真系三百两，七尾三百也可以你啦，老师教你再来先，三百两，三百真系三包。两百啦，两百啦，靠，白买。买两百，两百，我白买啊，无办法。我买两百，我买两百。两百现在两百，两百两百。我买两百。无啊，我他妈真买现在，两百现在，两百。感谢我们老板来。好好，我白买。气味啊，每次来都有。五七，九花，九花，九花啦。九花，九八八啦，九八八啦。我先听完，我先听完。这石楼是蛮，怎么样？两车车一两万十，车车一两万十，十块这只有才十二块啦。这金陵这石楼啊，金陵真系，这块真无啥。伊也无钱买买啦，不过手里也买买啦，真系。讲到这拢无，这后头再看是无的，不是无人的，无一卖。像咱这家店咧，价会摆是水啊，好像好玩。真系。人叫咩装？叫来见客看下酒。真系，这边有小姐哦，还真难，真他妈真几块行嘅，跟上街买包好嘅，几块包两块三块钱，三块。五块钱，五块钱。五百六。五百。五百钱。今天五百。几块买一百两块钱啊？真五百块钱，五百六。五百块钱，五百，五百三三，无少钱，五百六，五百块啊，五百钱。啊，吃饱了。啊，真，这无啊，你看怎么来真？三百六钱。三百。三百钱。对啊。你来干准备，再搞弄来。四百四百啊！买个卡了啦，都买无大罐的，敢二卡？四罐的嘛袂歹。啊，要食的啊，无食。你爱买大罐的，买四罐的，无食嘛，无食嘛，无食。你想要不食？你买到你，你接不靠到你。靠，他上个月了。你本一点点钱只能靠你讲，叫你。去找你啊！你靠我爸妈啊！啊，这到两百。我咧卡你无办，来钓起来，我帮听，我帮听啦，我帮听啦，对啦，啊袂，讲个字号啊，你就袂，袂好啦，我帮你听，我帮你听，看啥物事，阿妈，你边度个字号，你讲，我都不爱听啊，我听就都差呀，都唔知你咩，哈哈哈哈哈，差，你差，卖差小，听下先，
插着我，我做成你的地下，插着我，你要出笑呀？你两个真系无啊？真系，两个是无真系，一百了，真系。你来见啊，两个一百，见来见啊。我贵了，我不来。我没来，再过来。你去啊，黄姐啦，好吧。哎，林。哎，我是想跟你来摸的。你多点无？另外，我们去摸天井了。小花呀，小花啦，小花没那么多钱。以后我弄这个病完全无事，哎，不过当时对，看什么呀？四十块真系，到到一包卖六百真系，四十块无？请单一千块真系，一包内底有十袋啦真系，卖卖十百五百真系，四十块无？三百呀！靠，三百！三百！三百！今麦要好嘢，今麦电话一打，到时正好差时，佫好哩好哩。好嘢，回乡偌济？听，回乡冇？回乡拢票千二，千二块二十四块啦，一块卖你五千五块尔来。不用攞我钱嘛？够吗？够好未？失败了。鲑鱼卖完了吧？无啊，鲑鱼有啊。哦，整只的有。无，我最后买过来，你买哪个？冰冻马乌。来，麻烦你拿。谢谢。那，再找你八百哦。鲑鱼这样贵哎，鲑鱼不是毛掉。你要整只的、哦。不是假呀。整只的。不是不是叫台哦。啊。不是叫台哦，各种物件不是叫台，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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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看看公道哦，看看公道第几关，这个来第几关，小队我就可以来。你讲几只？几只白七十一要买啦？七七就无千五，七七就七七就一两百块千七啦。一千五好了，第一只你问伊着啊？你比方有无呀？你唔讲诶，主持公道你讲着，你讲。你咋买千九？买千九？要啊。是袂？万七七就千七块，我上两百你啦。不进来，我看看朋友来。我教你怎么切。最后来，最后来，跪下来，最后来，站第五把，站第五把。派的，看你无，看你无派。辛苦一点，站第五把，站第五把，快快快。无你先，赶紧来。你我先讲，现在这两样，现在两样去无啊？走了，现在全部现在三百六。千八了，千八。我都我摸来摸去啊，我摸来摸去，你这来我一千万来，几万来，来不高啊，高啊，高啊。啊，我真的吗？今天才一百块钱来嘛，是不？刚才那个是钱，刚才那个是钱。进来了，好啊，这个进来，进来。罗兰。来，过几只，过几只。多是啊。有啊，啊，就讲遐，你有个人要食遐无？有。你有无人要食遐无？无办，你无到。我讲费用，那有人买就买，啊，那有人买你搞买钱哦。是靠背。你不要吃不？是啦。你不要吃不？你贵价，你不贵价，你不要吃不？对啊，心情美。钱不掉了，你问一下，要怎么贵也贵掉你嘛？钱不？钱不多，钱你都阿不吃啦。好卖啊！平都给哦。嗯。买房子，他都在这里呀。要钱，要钱。
要一斤卖三五块，八千来，要几钱来？八千来，五百来。再读一下，我不知道。啊？好。哈哈哈哈。你估计估计干掉干了。你有几钱？哎，你是我，你坐到咩啊？老板，老板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这里啊，啊，起来，我坐起哦。OK 啦，都无机会啊！大家人咩样？大家人咩样无啊？我先系五百来，好唔好？大家无啊？三百！啊啊啊啊！三百，真正三百。我先系三百，你好吗？三百。系郑宇凡。啊？我先面三百零个八。等一下，等下快结束的时候看要不要。来，去结婚。都对哦，哎，这就闹哦，拜托了，我今天不会被接。来，你等下大袋子吼，等下倒两百。来接了，给我拿去。来倒两百。好，哎 ，hello， 噔噔噔，我的，噔噔噔。赶快来，来个人，来个人，今晚可能先来个人去玩。你赶快回去哟！你赶快的。请了，请了，请了，我来去吃点。1600，1600。要你要不要？我觉得他已经最低了。真的，1600一只，最低了。没办法了。好了好了。好了，听到吧？你拿唔到钱，我都唔方便俾你赔，你就话冇我冇到呢。点解点解钱滚？你差不多系。阿姐，帮忙拆起来，鲑鱼，鲑鱼，帮我切一只，谢谢。哎呦。有啊，看一下帮你切。这样帮你切就可以了。我要吃，请你吃春水堂的猪血糕。好啊，我给你带出来。鲑鱼1600有签，你也要一只。一七，你现在要来吗？一七，你要现在来吗？确定吗？赶快来哦！来的话我就叫他切了哦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的话我就你赶快说要。要的话赶快马上切。要不要？这两个不爱，等你说。OK， 哥你我就叫他切起来。这几天三百，我要远三百六。这几天三百，好，鲑鱼1600，好。我想你早上有，我先来，小九啊，我先来，我今天还没出来，我来。你怎么来？对啊，我是尽量弄它好一点，尽量。那个鲑鱼帮你切了，现在那个阿姐在切，后面的阿姐在切。两个锅先来。到啊！都包好啊！都包好啊！哎，好在。八哥，进来哦。八哥，八哥，来帮你拿。来，再结婚。这过来。来啊，不要了。不要我先刀丢下面，然后丢上面。啊，哎，先不着，先我刀了，先我刀。
嗯，因为他现在准备要收。所以他先帮你切啊，现在帮你切。你要给我一个最大的袋子。哎，对。OK， 帮我按到400个赞哦，帮我按到400个赞，现在373，帮我按到400个赞，谢谢各位。脸书的朋友，你们有讲话吗？脸书的各位，你们有讲话吗？好像没有，没看到。你们在这里挂在沙发哟，那个，这个，那个下次。你要什么鱼吗？鳕鱼哦，还有小片的，那个大片还是小片？我看鳕鱼可以几分？头寸吧，我鳕鱼三节哈，还可以开。鳕鱼可以几分？鲑鱼切啦。鳕鱼。好，拜拜。你要走回去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OK， 拜拜 ，Hello， 第一次看到。哎，今天有牛柳哎。今天有牛柳呢。今天有牛柳，有水，三五的。一千啊。然后帮你开。来，我那个鲨鱼烟多少钱？鲨鱼烟应该是4.5元，对不对？鲨鱼烟4.5元。便宜了，再低啊！那我去买一个好了。有空婆就点单一点了啊，点单一点啊。鲨鱼从家里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整块的。
啦，那要切条啦，一五毛切条，这里碎肉。你看现在哦，个三六斤，谢谢。三百，三百，一百，耶，要几百呀？几百？哦，几百几百。几百？你拿嘛？你就是这当口吃啊，还吃得好细。还差十二个赞，还差十二个赞，包含到四百个。一清一清，那个鲑鱼等你来拿哦，鲑鱼等你来拿，切好了，切好了在旁边哦，鲑鱼，你的鲑鱼切好了在旁边。谢谢。Hello， 福利你好，你出门了？哎，那边过来大概要多久？我跟他们讲一下，大概多久？大概多久？然后我跟他们讲一下，他们比较有个准备的，你大概什么时候到？十分钟以内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哎，鲑鱼他们的十分钟来搞，鲑鱼头铜筋来搞，哦。他看还在旁，他刚才在旁边一直看我，我根本不敢看他。我刚看伊，我惊伊开始跟我讲话，我麻烦呢。他刚才跑到我旁边来，然后要一直看我，我吓死了，我不敢看他，我真的怕他突然又不知道跟我缠着我，不知道跟我讲什么。你今摆要找人来买柳叶鱼啦？有没有人要柳叶鱼的？快点！今摆这柳叶鱼都俗的哦，进来，伊无想要搬尔。有人要柳叶鱼不？快点！柳叶鱼，柳叶鱼，好便宜的柳叶鱼呀、啊！不要。你要柳叶鱼哦？对。他刚刚好，有人要柳叶鱼，我全身发冷，对吧？他一直看我，我一直看旁边，一看我，我都假装抓痒，你知道吗？我假装抓痒，看我的手，看旁边，我不敢跟他眼睛对到。你们两百呀？你。我真的不敢跟他眼睛对到，好恐怖。收割了，两百斤了，哇，上面都是你的。对。他就一直看，他就旁边看到我，然后就一直往我这边靠近，然后到我旁边就转头看我。哦，啊，这么多人不敢啊，怎么敢这样突然抱你？我就把他推开就好。现在差不多十点半，十点半。粗卡称啊，粗脸，讲得我全身发冷了，还粗脸。你初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这辈子的恋爱都不会有好的结果。
恐怖哎、欸，拜托。我以前有遇过一个女生，那就是类似没有到不这么严重，可是就是会稍微纠缠你，哦，好烦。你完全不理她也不行，打电话来骂你，你还不能回嘴，你只能让她骂。然后他骂你说你以为你很帅啊？啊，我说还好啦，他就更生气了。刘月仪啊，刘月仪啊，你买两块两百而已，你买一块两百。我可以买一百就好了。啊，今天怎么卖这么快？今天没有卖很快啊，十点半了哎。十点半了，那卖很快，十点半了，因为全台湾只剩下这边还在卖了吧？全台湾应该只剩下这边还在卖了吧？对呀，十点半。他说：“你以为你很帅哦？”啊，我就说：“对啊，我就说我觉得我还好啊。”我说我还好啊。那这样也不行。另外一个代表。他说：“不是，我很丑，我很丑。”哦，我也还，我就没有很丑啊，我觉得还可以啊。一块哦。就中等啊，没有说很帅，也没有很丑啊。他说实话也不行。一块一点。孙家娘，孙家娘。之前都卖完，今天没有卖完。第五市场很久没有卖完了。第五市场很久没有卖完了，今天算，今天他载的蛮多的，啊，今天剩这样子算是中等以上，就水准以上的啦。因为第五市场现在并不好卖，因为第五市场这个市场目前的规模正在萎缩当中。现在这个市场的规模正在萎缩当中，所以今天带的量可以卖到这样，已经算不错了。说春猫啊吧。看一下，差不多了。好，你快到了哈。OK， 一起你快到了，那 OK， 那我就差不多可以收播了。今天就到这样哈，今天就到这边。那我们准备收播了，从我这边回去很快啊。像我弟从土城回家的话，可能要两个小时。我从我这边回家只要十分钟，哈哈。好，准备倒数计时哦。今天就到这边喽，大家去休息吧。我这个影片晚上会再重播一次嘛。我这个影片晚上还会重播一次哦，就是有些人早上没办法看直播的，晚上再跟大家一起看哦。倒数计时五、四，说声拜拜喽，三，大家去休息吧，二。See you tomorrow. 一，说拜拜，拜拜。谢谢你哦，嘿。